从武林大会比赛现场出来后，我首先与徐世熙师傅取得了联系。徐师傅是专门研究传统武术擒拿格斗的，我从电话里感觉到了徐师傅有很多话要说，并且对传统武术充满了自信。 徐师傅的练功地点就在天堂公园，一大早我就往那里赶，因为我知道经常练功的人起得都很早。北京的长安街，号称神州第一街，也叫百里长街。它就像是一个历史长廊，每次从这里经过时，都充满着让我想起许多久远的事情。中国武术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来的生存和文明创造的，流传至今已经。 非常庞大的体系，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通过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还是得益于中国民间这片热土。所以大家都说，传统武术在民间的确是千真万确，民间才是中国武术发展的根基。当然，中国武术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有很多拳种都已经被淘汰或者失传了。但是在中国民间，中国人的那种文化创造的生命力永远不会失传。 各种流派的武术一直都在有序地传承，在不断地分裂组合，以及不断地更新改造中，并且渐渐发展成了几个比较大的文明的体系，如太极、八卦、形意等等。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国武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目前流传下来的100多个拳种流派，大多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和定型的。 在近代传统武术发展中，有一件事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1928年3月，冯玉祥将军的五虎上将之首张之江将军创办了南京中央国术馆，并亲任馆长。南京中央国术馆延续了传统武术的教学方法，同时引进了西方的体育竞技内容。它是当时主管中国武术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虽然属于官办武术，但它对民间武术的发展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到了民国年间，新的传统武术流派大量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民国初年，孙武堂创编孙氏太极拳；1921年，吴健全创编吴氏太极拳；1940年前后，王香斋在形意拳的基础上创编了意拳。这些创新了的拳术，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俱兴，民间武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如毛泽东主席的倡导，太极拳运动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开展。1953年，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同志提出了对武术挖掘整理、提高推广的八字方针。 这对长期以来流传民间的传统武术地位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1958年9月，中国武术协会高级成立。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1978年1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应日本友人的邀请，题词“太极拳好”。邓小平同志的题词给民间传统武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中国武术。 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1983年至1986年，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在全国开展，历时3年，对民间武术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普查，并对传统武术技艺进行了挖掘整理。挖掘整理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查明了流传在各地的源流有序、权力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129个。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武术开始推出散打运动，民间武术馆校在全国也大量涌现。据说，现在的武术馆校已达到1万多家，最大的武术馆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万人。天堂公园是明清两代帝王冬至日即皇天上帝和正月上新日行旗鼓礼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是老百姓休闲玩乐的场所。
当然这里也成了许多民间习武者的练功天堂。徐世熙师傅教弟子们练功的地点就是在祈年殿南侧的一片开阔的土地上。那你们这些学生，你是招来的还是他们自己投奔过来的？他们都是自愿的，都是自愿过来的。自愿的啊。那你们怎么知道徐老师的？不错，你说说。慕名而来的。慕名而来，知道徐老师的大名吗？怎么知道的？网上知道的。哦，因为像他个儿高的，那我就用对付个儿高的方法啊。因为他是个儿高，你看他，我往下去我很自然，他往下去他重心就低了，是吧？所以呢，我突然一下来，好了，你看，这对于我来说我很轻松。主要他练八卦，现在一般他的技击跟那个人物已经，我说了，武林大会去他能拿前五名，哦，绝对没问题。哦，那你有打算去报名吗？那你没有那门派，没有那门派，不允许去。对，他必须是一个本门派，一个门派，一门派高。这应该有啊，下回是八卦呀。对对，因为下一场是八卦。不行，他不能去，他不让去，他是因为他的工作。哦，那个就是因工作原因，为什么？就是没有时间报名。没有时间，确实，因为他要到他那儿去要培训，要住在他那儿，这确实工作不允许，不可能不工作了，直接就。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做公安系统，安全局的。哦哦，那你说这个练功夫，本身来讲跟工作很有关系，是爱好。他很爱好，他也是，他那小段也是，哦，也是段儿，他散打什么也都可以。他那种年龄，你看，对，他那个他这块儿多也50多岁了，哦，不但是说他这个一般，你说你要这个，你也看过，是，我看这块儿可以，这个像练武的，在一块儿，你这是金打似的，你看，就是这个级别的吧，从年龄段的，嗯，比如就是45到55这年龄段的，那你肯定可以去，嗯，是，那有机会，应该到那个。河南电视台那届武林风吧，应该那可以。武林风现在我看了，已经完全都变成散打了，可能有完全脱离了。乱了，他是散打。完全脱离。他就还有一个是叫百姓擂台。那因为那天是海选，先海选，然后他根据你报名，他有一个，对，也有一个年龄限制。对对对。那个那天我看那武林大会那抓，他那抓能跑。你那个昨天咱们说那个。嗯。他那个抓法跟那个抓法不一样，他的抓法就是你坐在摆脱的，不在聊天，我就怕输。师傅抓完是往里戳一下，那话根本你跑不了，跑就这块肉就成了下。这谁呀？别管胖子说一样的抓着，抓你这一下肉一下，越跑越不换。是哥，同许多在业余时间习武的人一样，在徐师傅这里习武练功似乎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弟子们总是一副松松散散的样子，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么练功能出真功夫吗？心想自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来呀，来呀，推推呀，小碗子，小碗子，你怎么去这干嘛呢？又多说你了。其实我问你，就是说，您觉得练武术，就是说从这个人的这种目的性来讲啊，觉得健身更重要呢，还是属于这种真的积极那种掌握这种本领更重要？我觉得对于目前这社会情况，就是健身是最主要的。嗯，对于一种武术的文化传承来讲，必须要把这些继承下来，因为这种是处于一种萎缩状态，而不像科学是越来越发展，而传统的武术的东西呢，它越来越萎缩，最后萎缩的完了。你就像我这个情况也是，就是我现在的师傅师叔师大爷一共10几个，那么在文化大革命的当中就全完蛋了，这些人谁也没往下传，为什么？什么小业主啊、富农啊什么的，都是成分不好，你敢传吗？所以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集中到我这儿。我说了，我是一个就是一种蚂蚁腰的那种蜂腰那种状态，我如果再不把它再去传承下去，那这只肯定就完了。那人家别的国家为什么像韩国学了点中国武术，人家弄个跆拳道，人家就和健身呢就这么火，还入了这个奥运会啊？日本呢学了中国武术，弄一个空手道，什么合气道啊？其实那合气道跟咱们的擒拿当中，你这才一点点东西，
那你说这原因是在哪儿呢？我沉气，只要一搭，这手一搭，哎，哟，没事吧？看徐师傅教练功夫时的那一招一式，虽说也是头头是道，招招入理，弟子们也都是配合的默契天成。但我想，那些招法真动起手来，也未必都那么管用。后来在大家的一再鼓励下，我也就上前试探了一下徐师傅的身手。都可以，我腰现在不行了啊，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就用反手的方法。是是。您想怎么都行。啊，想怎么？这不能摆。您想一想，想想啊，我就比。哥俩闪开点，哥俩闪开点。想我。比好。不行啊，真不行。当然这种方式的切磋一般都不会真打的，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徐师傅的功力不浅。我的那两次冲撞遇到没功夫的人早就给撞出去了，可愣是没有撞动徐师傅。在我推背的时候，徐师傅并没有还手，他原地不动让我来推，我用了全力也没有推动，徐师傅的两脚就像粘在地上一样。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相当的腰腿功力是做不到的。其实徐师傅在国内武术界已经是挺有名气的了，尤其他总结出的几百手的搏击方法都是来源于传统武术中的太极和八卦，这些经过精心提炼的技术方法还被运用到了部队擒拿格斗的教学训练中。徐师傅出生在中医世家，他13岁就开始习武。他的习武兴趣也是因为看了一本叫《施公案》的武侠小说。习武之初可以说是自学起步的，开始主要进行一些力量和基本功的训练，练到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能举起90公斤的杠铃，所以徐师傅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好的体能优势。后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才拜在了原北京第三国术馆张兴廉先生的门下学习引派八卦。到了70年代，又先后跟随田秀禅、房志强两位老师开始习练禅式太极拳。就是我的老师，嗯，就是张庆莲先师，嗯，他这会儿已经七十多岁了，嗯，他这个练引派八卦，你看他的手型，嗯，是吧？你看他这个步还是很标准的，嗯，是吧？他这个像练的相当的规范，嗯，他这个。在您去世之前，没有一天不坚持练习的。当我问起他研究擒拿格斗术的时候，徐师傅有点激动，因为勾起了他的一段伤心往事。文革时期，他们家因为出身问题，总是被红卫兵打砸和抄家，家人的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那时要随时想应付意外。当然光会一点武术套路是没有用的，要想防身保命，就只能真正掌握可以实战的格斗技术。于是他就开始将八卦掌和太极拳中的实战技法进行总结提炼，并形成了一套实用的积极格斗手法。那时由于出身不好，工作也丢了，徐师傅也就有了大量的习武和研究时间。在那段日子里，无论寒冬酷暑，他都坚持练功，像北京的香山公园、东单公园、日坛公园等地都是他练功的场所。在天堂公园练功，他已经有10几年了，都快70的人了，照样每天在这儿和弟子们摸爬滚打，一练就是7、8个小时。所以难怪徐师傅的功力会保持得这么好。徐师傅教了不少弟子，今天来的只是一小部分，除了国内弟子，还有很多是国外的求学者，这些洋弟子也都是冲着实战功夫来的。我这个，从这些录像上看，如果没点架子，这些洋弟子还真的不好对付。
有的杨弟子经过他的点拨后，已经在国际比赛中拿了大奖。徐师傅每年都会应邀为各种擒拿格斗训练班做辅导，他都会针对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要求教授相应的格斗技术。这纸拿出来，你看 ，the thumbs， 纸，纸尖和拿得成为，这没人会，这你看啪一，你看很简单，是吧？你看这打你跑不了，你这力，这就是把你的两个力点都破坏掉，你没有还力的，你这样你没有力量出来。就是您的摔法跟那个就是摔跤还是不是一回事，属于武术类的摔跤。 对，你看我这手这一刷子，你看我这一摔的，你看这摔就可以摔倒，你看啊，你看啪就摔了。不是这样，你后边来挡着他，不要摔了，是吧？别让他摔倒了啊。你看我也是这么一说，你看这多简单啊，但是我动作非常小，你看啪，你看这就摔了，没给你力。哎，不像是你摔跤似的，哎呀，快点，一天一来就，啊，咔这样，那不是武术，明白？啊，哇，你看，啊，好，来，砰！这个劲儿好像不是那种直接的力，反应个旋转嘛。对，我看出来反应有点旋转力。行，哦，哎，行，你看我做出这动作了，你看，你看，就这么一下，你搁在身上就是这个效果。你告诉他用力，我你说的对，要用真的，我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对啊，你看这他使劲了，你看我不使劲，你看，好呀，现在使劲，你看筋都起来了，是吧？好，你看这会儿我呢，我就要用我的方法，因为他的力量是向里合的，你看我的手全红了，这抓的啊。好，那我开始吸气啊，要吸，你看，吸，啪。在这个国际功夫训练班里，来的都是一些有一定武术基础的外国学员，很多都已经当了教练了，他们都是冲着中国传统武术中那些既实用又丰富的格斗技法来的。这些老外学成回去后，有的是为了拍板授徒，还有的就是为了参加搏击比赛的。摔了，你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对多人这种打法的研究吗？对，这一个人对多人的就是一个步法上的改变和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就是改变。你比如这三个人要攻击我，是吧？你看我要找一个中心的位置，我要在这个位置，啊，这位置，哎，对，好。好，好了，停止。好，对。感觉怎么样？这三个人还有点实力，好像。真实力。啊。哇，您这66岁的人对三个这么壮小伙子也真是不简单。最后有点玩真的。对。是吧？我觉得对，在今天的采访中，我也有意给徐师傅出了点难题，但同时我也很为徐师傅担心，毕竟岁数在那儿了，如果搞得不好，可就真的下不来台了。好。近年来，在注重武术实战技术的形式下，徐师傅的格斗技术从此遇上了大好的机遇，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是他在国内外也渐渐有了点名气，还经常会受到国外电视台的采访。不一样，因为我主要是推广这个自己传统武术，啊，对外国人来说，当然都对要高一点，啊，因为中国人嘛，你比如说没有钱，我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传统武术套路都是一些技法的组合，而现在练武术的许多人练了很多年，却不知道套路中的这些技法怎么用，有的甚至不知道有哪些技法，
而徐师傅的做法是把套路中的技法提炼出来，加以整理，并进行系统训练，这与武林大会的做法有点不谋而合了。我教他了，我还使单边，你看了吗？你看，是吧？所以并不是说你像说单边啊，这搁这儿啊。你说从表面意义上讲，那单边就是这么走，八，这不就万击？这是万击。那这表面呢，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所以有时候左右手单边是一样的。你看到这儿是这么走了，完了再到这儿的时候要松手，你看一下势啊，啪，然后这就过去了。对方是在变化的，对，所以你在用手法当中，有时候你想这么用的话，对方一变，你可能就是要改变方法，要跟着对方的变化而变化。应变能力实际上掌握起来也是很困难的。这个就是平时推手的练习当中，就是练这个反应，不是说我想使这么招，我就关键是对方，就跟说对方出什么手，我就用什么招，是吧？是这意思。你往往好多人就是都想着说啊，我这我得用一这招，我用那你可能使不上。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可能提的有点业余了啊，就是影视当中有，是不是一看对方一动手，知道是什么招，完了用他那个针对他这招，我再使另外一个招。这种实际战当中有这种情况吗？这个有，这个实际当中就是这个太极拳里边的拳论里边讲，是吧？话既是打，打既是话，是这就叫话打合一。你比如说他这拳打过来，咱们举个例子，直拳你就打我胸吧，啊，你爱心我好，咱们就举例子啊。我跟你说的就跟那个讲课似的，你们注意啊，直着打，但是我的接，我用我的这个太极拳和八卦的接法，你打吧，你看。我是让你往前打，而不是说你一打我就得，哎，我这样了，或者一打我就推你了，我改变你力的方，你看这个，我这么打，你打我使劲，啊，打，你看我这样，帮，你看这动这手就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是话打合一，我又是话又是打。那么我再第四，你再打使劲，啊，你看这个，我往那儿使。但我给你产生一力的分解，但是我要用力的话，我就能把你这儿打坏，这里胳膊可能打你一下，让你就抬不起来了。他会不会就是说，有这种对方一伸手，你就知道他要出什么招？差不多。与徐师傅探讨一些武术技法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一方面徐师傅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仗义直言，从来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另外，徐师傅教弟子的擒拿手法非常丰富，很少是有重样的，每个动作还都非常注重变化。徐师傅常说，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应该是一名功夫高手的基本素质。把真正的传统武术那些还要传下去啊！这个八式都是用砖，哎，用砖。我们那会儿还用那个，一个是用砖练，一个是用那个球，铁球。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武术称之为功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武术非常讲究长期刻苦的功法练习。我知道有很多的民间功法都是不轻易外传的，其实搞得如此神秘，并不是因为这些功法有多么高深，而恰恰是因为这都是一些简单易行并且一点就破的土办法。讲点，你们要愿意听这个，我给你们讲这个，练劲骨劲还要放松，啊，那到这个这儿再转化，啊，向回扣步转，啊，你看，这第三式，啊，你这个式子每个式子你要是转上十个，你恐怕坚持不了，一般人转五个你都坚持不了，啊，这样，到这儿，前挂，啊，因为这个东西练法方法很多啊，你看传统武术就有两块砖一块石头，就有个棍子就够了。你看，这是练这个，整把的练习主要是练习指力、腕力、臂力和旋转力。啊，这个通过这个的练习，对于擒拿，对于这个手臂的这种柔韧度的练习都有了啊。咱们第一个就是这个练习的啊，你看就是这种啊，就是这个不许松把，你不许把手松开，就要一直要用力的使劲，你看，啊，一卷啊，你看要把
把这个给你拧起来，然后你回来你松，再一去，你看再一卷，来，啊，那么这样就是练出你这个握力，自然就会增加的。徐师傅这里经常会进行一些对抗性的练习，弟子们也非常喜欢这种实际应用的训练。师傅，哎，这实力打起来也不太容易啊。不容易，是吧？不容易。你感觉最困难的地方在哪？你说到时候，他这真打的时候，你感觉到应用上比较困难在哪？还是实际经验少，一个是经验少，再一个他没有临场的实战经验，反应不过来。哦。嗯，这反应不过来，是不是你想使的那个招也不太容易使？有时候想使，对他时机抓不到，可能就错过了。那跟你平时训练的，就是说功夫还没到家有关系？对，主要是经验的问题。上去进步啊，进去！哎。但每当这个时候，徐师傅的心里就悬了起来，因为稍不注意就会有受伤的事情。过来了啊！不会的，直接往前一走，你看这手指一抬，往这儿一找，你看啪，是吧？就行了，你比划出来就行。哎，我看你们这个手套很薄啊。嗯，这咱是买这种薄的这个。啊。他这个你要太什么的话，那打上没用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里边防护多少年？起码这个里边像这种东西，就是用擒拿的话还是可以用啊，就是他这擒拿这个手法，就是用手法我觉得比较方便。对对，但是从安全上来讲好像还是差一点啊。主要是就是咱们练习的时候打上点的，它有点那个就是减轻点，但是也不行。哎，因为他这个里边真正练出一顿趴下这紫一块，一顿趴下。你看那天我还没使劲呢，给那胸脯，我就这么来一下，他紫了，是吧？完了打成内伤了，回头就麻烦了。就带功夫。哎，对，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以说你要是真正练传统武术，再参加那打架，那肯定对对方伤害很大。哥，你打架啊？我还说一动不要就特别用力，点到为止。来，那边吧。那比划，你用什么式子？对。慢点啊，慢点。练武术注重实战能力的培养，是件值得肯定的事儿。但是事实上，民间的这种业余训练状态往往缺少有效的保护措施，为了避免意外和伤害，因此也就不可能放开了打，所以民间功夫的实战训练效果也就无法与专业训练状态的散打抗衡，也就很难培养出功夫高手。上去以后要封住了手，把手不要了，不要老就跟那散打似的，那不行，是吧？就咱们这不是散打。